有关于幼托，我的主张是这样，我主张在四年内我要让三轨齐下，一个是公幼，一个是非盈利的幼托，另外是什么？是私幼公共化。三轨三管齐下的时候，我要增加到50%，甚至于我希望如果我能够连任，我要让全高雄市所有的父母亲他们的小孩即使读私幼都可以享受到公幼的收费，做得到。我的财务计划也已经完成了。